把焦点这个放回这个乌克兰还有这个俄罗斯哦，先谈哪一块呢？哦，先谈这个好了。今天说实话，我觉得看到这个，我一开始是笑哦，但笑着笑着就想哭哈。什么呢？哦，卫报报道哈尔科夫，大家知道吗？哈，之前我们给大家看过地图，稍后呢，静平会上来再讲解一下今天的战况。哈尔科夫，如果关注我们辣晚报就知道，它是这个乌克兰第二大城，那么被轰炸的也蛮惨的哦。但是即使被轰炸的满目疮痍，哈尔科夫清洁队地表最强，史上最强啊！每天穿着防弹衣出去清理市容啊，这个有几部垃圾车呢，还被炮弹的碎片击中，布满弹孔，坚持要维护啊，因为哈尔科夫在当地就是很有名，清洁之都，整个城市呢清洁溜溜，非常非常的干净，当然就靠的是他们的这个清洁队员。所以你能够想象吗？包括刚刚辫子妹所提供的，在那条路上有这么多的地雷，但是当地人，我觉得考验驾驶技术吧。所以当然了，我必须要先讲，那个画面是真是假，地雷是真是假，是不是现在的画面我还不知道，因为现在查证确实是很困难哦。但不管如何，在这个战争底下有很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哦。董哥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讯息，一个是地雷惊险通过，还有这个地表最强的清洁队员哈尔科夫？我先讲地雷，地雷是我觉得那个镜头不太像真的。你觉得不太像真的？对，因为我们小时候金门都是地雷，不是长这样，我们家的牛他不晓得那里有地雷，去踩你会被炸死。哎呦，就这么严重，因为他所有海边他怕你进攻上来嘛，所以我们后来为了把这些地雷把它清走，花非常大心血，因为你埋在那里有几年以后他会跑啊，他不会在原来地点，因为那个海岸 会流动，所以我们金门有一个地雷馆，这地雷馆就把过去各国的各种地雷，因为那时候有什么地雷就埋什么地雷，怕你上来嘛，水鬼会摸上岸啊。哦，那所以金门那个地雷馆，各位朋友如果有去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哦，就把各种挖出来地雷给你。那过去中东也很多地雷，地雷会那个你没办法在地底下，你没办法，所以他们种一种草，这个草哦，它如果有地雷的成分，它那个草颜色会变。好，哦，就说下面有地雷，往下面挖，好，哦，这是有这种草啊，有，哦，是啊，因为我们国家金门对这些东西略有研究了，那当然现在挖雷的手段越来越高，你如果能够看到那种地雷的可怕的话，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车子这样开其实不太可能。对呀，啊，你不觉得这个那神乎其技，而且神乎其技啊，对，而且那个稍稍碰到了搏命啊，那地雷是敏感到不得了哦。那我们金门很多，这是算特技表演吧，很多小孩或很多金人自己不小心都会踩到，都会爆炸，对，所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当然可能因为在俄乌战争里面本来就很多假新闻啦。对对。那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自己脑袋就要觉得要有点疑问啦。那我们再来讲就是哈尔科夫这个这个其实这几天很多人都在讨论这怎么可能，但是这个我就比较相信。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尊严大家，我们这个城市尊严是这个城市就是永远是清洁的，所以这个城市里面最荣耀的人可能就是清洁员，受大家尊敬，我们在全世界闻名，所以即使战争再怎么样的脏，有多少东西我们都要把它清得干干净净，我们维持我们的品牌嘛这个是品牌的概念啊。那你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荣耀的话，你就要全力的去维护整个市容的清洁，那这个是一个荣誉心在作祟。我觉得很多国家的很多一些人民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说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荣誉。但是二方面也看到，其实包括基辅在内也是一样，之前他们有些地方遭到轰炸就起火嘛，对，你会画面中看到这个基辅的一个消防队员还是来到了现场灭火啊，救人，从这个瓦砾堆当中拉出受困的一些民众。但是我觉得他也透露了一些讯息，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新闻当中好像这个轰炸极其残忍等等好像封城了，但是城市的一些基础的维生机制都还在包括水电，基辅的水电网络都还在嘛？那哈尔科夫的清洁队员虽然冒险，但是整个政府也好像还在运作嘛，对不对？是不是？他这个其实轰炸记录你可以看，他是有些步骤，有些真正他是没有打到的。简单讲俄罗斯的天然气还在输往欧洲，对经过基辅，经过那个乌克兰这一点，他还在输送啊。大家讲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就把它关掉最好？对啊，怎么没有关？没有啊，所以这就是所有人的默契，大家不讲出来的默契嘛。好，那你需要东西照样在运作，很多东西在战争里面照样在运作，那并没有因此说，俄国最厉害就最好、哦，大家最依赖最多就是天然气，没有啊，天然气在这一次的战争到目前为止毫发无伤，完全不受影响。那既然导弹这样乱打一通，怎么会刚好没有打到？其实这表示他导弹的精准、哦、我可以精准到我不打到大家赖以为生的天然气、嗯哦、所以你在这场战争里面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大家各取所需，然后、哦、也各在表演，然后欧洲、哦、受害最大、哦、因为欧洲每次都用道德去要求别人、哦、不准有死刑，不准什么、哦、讲一堆，那他现在道德有些亏欠，所以他只好冷冻说，哎呀，我们就少用俄罗斯的天然气，或者不用，那用这个来做自我的惩罚，让自己心里得到一点平衡，这是 这场战争里面最奇怪的事、嗯、好，所以这个战争下的一些奇景也有温暖的一面。我刚刚投票哈尔科夫的清洁队地表最强，赞，很赞、嗯、超级赞，我们的网友都给超级赞加三、哦、是不是听了就是像我一样就是笑着笑着想哭、哦、其实战争底下的平民百姓真的是无辜的，真的是无辜的。所以我就看待这个事情、哦、大家 也不用傻傻的选边站吧，我支持谁不支持谁，我觉得就支持无辜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放久了好像你就不知道，哎，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那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呢，就不用担心，它只要把这个倒进去三分钟就会生成四公升的水神啊，四公升很够用了啦，真的。那这一组呢，大家扫这个 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已经开始上架了。